家进来啊！今天我在我们的实验啊，我们这个安哥威廉麦尤德，我们不断在我们的肥料再进的功能上做不断的研究，跟我的合作的伙伴啊，不断的研究，不断的了解。一些比如说是香蕉的黄叶病啊，也叫镰刀病，棕榈的鳞子病，木瓜的黑腐病，还有这个塑胶的白梗病啊等等。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在品质上我们不断的提升，尤其是在这些应用镜方面呢，我们也得到一些非常好的效果哦。当然如果你是读 microbio 的，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效果啊，是吗？年轻人对不对？年轻人给我点头，对吧？讲对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对对，大声一点。好好，对对对。啊，对对对啊。那么我今天我是跟我的。